太贴题，季风又打碎我，内伤比外伤痛，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切堪比我命。那一个呢，为什么英明只是个俗称，活着就特立独行，不为谁动，只一秒钟做自己的英雄。一个自治委员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和胃口了，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新的政府，一个类似于满洲的傀儡政权，上海大道政府。大道政府？是的。唉，一些不知廉耻的东西舔着脸往上凑，陆柏霖、苏希文、傅士红，一帮跳梁小丑纷纷登场亮相，成了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傀儡。我还听说他们先请田震伦出任副秘书长。是的，看来你对你这位大哥还是很了解的。我相信他不会当汉奸的。这点我也相信。不过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的。我知道现在形势越来越紧迫了，丽丽，我建议你还是带着孩子们暂时离开上海。只要报纸停发，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反倒是你，我真的很担心。我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你不一样。你怎么能无所谓呢？你还有花姑和那帮兄弟，你还有我。有点责任心好吗？你看你又上火了。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办，等事情办完了给你个满意答复好吗？金九，不要再骗我了。你怎么可能只有一件事呢？我知道你要除掉张云森、陈毅为两个大汉奸，
还是你了解我。松田大佐、上林さんが探しております。松田さん、哎呀，你们终于回来了。出现了什么情况？这是在哪里收到的？在我办公室里。张先生有什么想法？当初你们陈东也保护我的安全的，现在我就来找你们了。请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那我先走了。等等，从现在起你不要去任何地方。那我就在这儿住几天。可以。哎，罗三尼安奈是干嘛呀？嘿，张先生请。闪开闪开闪开，快点。走开走开，快点快走开。
湾，到处都在打仗，咱们能去哪儿？只要离开上海，去哪儿不行？你不是想带我走，你是在逃避。逃避什么？逃避对赵新九的依赖。那是兄弟情谊。既然是兄弟情谊，那为什么现在想要离开他，带着我去过那种流浪的日子？咱们俩为什么不能在上海成一个家，一个安稳的家？我根本就没有选择。不，你有选择。苏先生，你慢了点。叶梅，这是怎么回事？都是好身手啊，只可惜。可惜什么？你的枪不应该对着你的朋友。朋友？宋先生，我关注你已经有两年了，这两年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朋友。你的话我听不懂。那我就给你指一条明路，请坐。谦恭有礼的商人，对于有识之士，我本人更是礼遇有加，我愿意结交一切可以结交的朋友。你曾经是一个军人，一个优秀的军人，为了履行你的职责，捍卫你作为军人的荣誉，为了何司令，为了赵新九，这些年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我问你，你得到了什么？不过像一条狗，一条忠实于主人的狗，跟在赵新九的后边，仅此而已。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儿。听是吧？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实吧。这些年你跟着赵新九枪林弹雨，一路走来你得到了什么？赵新九名满上海滩，你是豪门的座上客，可是你呢？你除恶霸，铲毒枭，东奔西走，到头来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跟班，这是为什么？你想过吗？离开赵新九吧，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了叶梅，你的心上人想想吧。对不起，我原名叫叶梅雅子。
你不是日本人，对。你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这跟我们的爱有关系吗？你不应该是日本人，因为我是日本人，你的心很痛吗？ 宋飞，我不逼你，你现在也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赵新秋，要么离开我。 世界贸易公司的戒备行业，张林森收到了我们的信以后，除了公司和家，哪都不去了。现在公司的楼上、还有楼下、门口，屋里全部都安排了人，而且个个枪不离手。考虑过他的家吗？关键是他家在日租界，一样戒备森严。如果我们动手的话，就没逃出去的可能性。所以。 谁呀？我，宋飞。宋飞，今天跑哪儿去了？我们正商量明天的计划呢。我找九哥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想跟你单独谈谈。说吧，什么事儿？ 宋飞，怎么磨磨唧唧的，可不像你啊！怎么了？也没生病了，这会儿在医院。我明天也没生病了，严重吗？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只是……啊，我明白了，明天啊，你陪叶梅。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 我还是行了，行了，都是兄弟，给我跟叶梅问好，回头那就去看他去。回去吧，九哥。哎呀，怀见。
总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明天的行动，苏菲不参加了。啊？这叶梅生病住院了，需要人陪。秋哥，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二哥他不应该。应该的。好事儿，你看看人家怎么对自己女人的。我怎么觉得二哥离咱们越来越远了呢？人家现在是有女人的人了，你以为像你们似的自己吃饱谁也不管？这男人身边有的女人就得像他这样。什么叫离你们越来越远啊？那不离你们远了，那就离自己的女人远了。我要是叶梅，我也高兴。九哥，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听出来了，指桑骂槐。谁骂你了？我就说这么个理儿。再说了，那照计划，你们明天不就缺了个人手吗？要我说，这是天意。哟，花爷，我听出来了啊！你想亲临现场啊？聪明。宋飞要去了，我不又是一放哨的卖花姑娘吗？我现在可是真正的刺客。不行，明天你的位置不变。小虎，哎，你顶替宋飞。是。张九，你是不放心我呀，还是担心我的枪法呀？我实话告诉你，两次比赛，钱小虎都输给我了。钱小虎，你自己说是不是？哎，不说好了不说。是。那也不行，明天任务很重要，枪法、临场经验缺一不可。临场经验是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什么事情都能武断，这事儿不行。你既然答应我加入你们的队伍，就不能瞧不起我？华姑，我从来就没小瞧过你，可是你女孩子。我是女的，不是孩子。张艳九，这事儿不管你答不答应，我都决定这么做了。正因为我是女的，才好隐蔽，才不引人注目。这狗汉奸做梦也想不到，是我花爷送他下的地狱。这将来别人要是知道了，就得对我刮目相看。你以为只有男的能当刺客？我就是要成为上海滩第一女刺客。这事儿还没干呢，气势都出来了。少废话，说答应不答应？谁敢拦着第一女刺客呀？我要拦着，你非得第一个把我刺了不可。这还差不多。行了，我也不傻，知道你为我好，放心吧，不会给你丢人的。行了，就这么定了。小五，明天行动，你和花姑一起去，注意，一定要小心。是。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放心我。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去？这不是不放心你，是稳妥。小虎陪你去呢，是配合你，懂吗？这么说我就懂了，配合，那不就是当副手吗？行，八爷，明天呢，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保证你呢快、准、灵，你的完成任务，行吗？这话我爱听。明天试场之后，你喝酒哈。行了，都听好了。我们现在处境不同以往，对手很强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有一条一定要记住的，如果第一次失手就不能恋战，一定要按照之前部署的路线马上撤离。是。什么叫失手？你就不能华姑啊？知道。小虎，如果明天华姑服从命令，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别吓唬我，服从还不行？你们都是副手。君はジャンリンスが報告できる自信はあるか？マサ殿、私の能力を疑ってるのでしょうか？
あ、いいえ。ザオシンクは非常に手強い。わしは君の心配だ。ご好意ありがたいが、心配無用です。咱们是同行，曾经是老周的朋友，我可奉劝你一句啊，不合作死路一条。姐姐，我先把话撂这儿，你会死得很惨的。南方，三级。先生，请留步。我请你喝杯茶。阁下是？在下姓柳生，名薰木，日本人。周先生，我知道你要杀谁。陈一伟，我已经帮你除掉他了，就算我送给赵先生的见面礼吧。花爷，阁下，姓赵，名新九，
济南大学毕业，纪笔从容做过警卫团长，辞官后回到老家，刺恶官杀无赖，后来又辗转到上海，打着安徽人赵新九的名号，行侠仗义，对那些不归者心惊胆寒。柳生先生对我还是非常了解的。赵先生，其实在下今天到此是想跟赵先生交个朋友。好茶。柳生先生，在我们中国交友之道首先是互相了解，你已经很了解我，可是我并不了解你。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了解我，我是一个研究中国杀手的学者。研究中国杀手的学者，那研究目的是什么呢？只杀。只杀。柳生先生，我想请教一下，侵略者拎着屠刀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那是杀人还是只杀？赵先生，这个你就不懂了。现如今的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病入膏肓，就像许多人的身上带着致命的病菌一样，我们一定要把它切掉。大日本帝国就是除掉这些病菌的最好的医生。但在我看来，更像是屠宰场的兽医。赵先生，所言有些失礼吗？我感到失望。更失望的，难被感受到呢。完了，难道你没有察觉到，在你进来的时候，有三支枪才对着你的头吗？放下武器，喝茶。我已经死过很多次了，不在乎多那么一次。赵先生一杀戮一生，难道就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吗？在侵略者的屠刀下，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大道理我就不讲了，但是赵先生应该明白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吧。成者为仇，败者为败，一切都还在继续。你的确没有让我失望，你是个真正的勇士。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你可以走了。但是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不会以茶相待了。我很了解你们的待客之道。以内で町伏せ攻撃する同志だ。ここは100メーター以外手を出した。なぜこう狙撃手使うこと報告しないですか。学生が手抜かりをしました。すみません。前の責任で大日本帝国の恥だ。お前は今日ここで自分
分の過ちに対し腹を切るべきだ。へい。私は帝国を貶めてしまいました。死んでお詫びをいたします。君がその刀を斧の鼻に差し込めば喜ぶのは敵だ。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教えてください。スンを人連れて孫権に案内したい。ザオ信仰に奴ら全員殺してやろう。はい。では松田殿、それは簡単すぎ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誰にでもできる。だからすぐに忘れられてしまう。私は心配することは、奴生きてると我々もっと損するだ。損失は免れないでしょう。となればどちらの損失が大きいかだ。処刑を下す方法はいくらでもある。超人級はとても友を大事にする人間である。奴にとって一番の処刑はその大事な友を全て消すことだ。奴だけをこの世に残し、それこそが最も適切な処刑である。超人級を捕まえることは量刑にすると理解してよろしいですか。超人級の友をどうにかする方法はいくらでもある。理想的なのは恐怖の中で死んでくれることだ。願わくば彼がそこにいてくれればありがたいことだ。いいか、これこそが一番の結果だ。そう思いませんか。ナイフは心に傷つく。そして心臓を起こしてもとてもつらいだ。よしよし、次は零時計画に実現させろ。松田殿、明日のジャン・リンセンの受任儀式は各新聞社に盛大なる報道を起こさせるべきです。さすが野球芸の松江だ。私はすぐ手配しましょう。チェッ。わあ、九哥。报告，任务完成了，一枪毙命。今天差点让张林森给跑了，那花爷非常淡定了，称得上优秀的狙击手，是吧，花爷？星哥，你怎么了？九哥，我干上这么大件事儿，你怎么一脸的不高兴啊？九哥，出什么事儿了？今天被人涮了，我失手了。
谁有那么大本事？这个人叫柳生玄墨，是个汉奸的高手。两个汉奸，我们除掉一个，那也算成了呀。你干嘛这么不高兴？你听着，他对我的身世和行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杀了你呢？他无非想证明自己在我之上。到底是个什么人啊？马兵，这两天你调查这个人的底细。好。这个人很有可能成我们最大的障碍。把他给做了不就完了吗？先调查清楚了再动手。那你君は赵信君と会った？ええ、会いました。結果は？我的爱人。